游戏里有限购的惊喜盲盒，永久限购6个，这还不得赶快买起来？买一下，花个400块钱。买来之后，它是每次都能开一套不同的时装。我们把盲盒打开一下，这有新的东西，是一套时装孟福生，玉生寒，上山下山都有，焰神都，好几套衣服呢。这是进游戏就送6套衣服啊！这游戏这是一个宣传口号，我已经帮他想好了，对吧？只是你要花400块钱，不过分吧？400块钱买6套衣服，在当今这个物价之下，感觉还是很划算的。都开完了，这是刚才新开出来的几套衣服啊。第一套，哎，不能看我这英俊的面庞是吧？第一套是孟福生，第二套是望江月，这裙子我撩了一下。第三是醉花阴，为什么要穿裙子呢？对吧？你个男人家是谁如此为难你，对吧？哪个美术在那为难你？赶紧，哪个美术大哥在那为难你？赶紧报上名来，对吧？这是清平调，玉生寒，好，我觉得还是这个衣服很好看啊，叫做风华九霄，这个衣服还是很贵的啊。刚才我看到是在这里面有这么一套，这一套啊，就要500块，哈哈，比刚才6套都贵。然后这月卡也随便买一个，喂，搞定，能稍微帮一下这大佬啊，我很开心。然后这里这个剑石神凿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他说使用道具可追风翼至变金，应该是一种回真石。来看一下效果，哇，这是一个18块钱回程的车票。哦，别卡呀，别卡呀，对吧？回来了，省去了地图的加载。我知道了，它其实飞过来是不要钱的，但是呢，它要开十次这个东西，我们买起来，对吧？买10抽，差不多要180块钱，买10抽，抽起来。我靠，等一下，这卡了，刚卡了一下。这个车辆画面还可以啊，很精致，很细腻。哇，出了很多红色的东西，应该蛮厉害的。但刚才不是卡了一下吗？我们再开一次啊。他说必出那个什么，必出奇赏或者天赏，应该是好东西啊，应该比红品还要厉害哦。这样不卡了，这次不卡了。看这动画，有一个什么颜色的？哎，都是红的。有一个紫色的，紫色的比红色的还要厉害吗？不是吧？感觉不太行。本期天赏呢，就是它是最好的一个东西，就是这个鹿是吧？这个坐骑，我靠！手游的东西能和电脑的相比啊，我感觉是南山雪的祥瑞，下面还有一个发型，千秋九霄的发型，配上咱这衣服是吧，就更牛掰了。但是能出吗？哦，再抽20次必出天赏，我们抽一次看一看啊。这号主只有14000的玉了啊，抱歉，我先花一点，希望他不要太介意啊。看一看，看一看。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，给我个鹿，我刚出来一个红色的，这应该是出了吧。风来个大的，哎，啥没出，风筝增加人气值，这干啥的？来吧，180，走你，出一个好的，天赏来一个，我感觉应该出好东西了吧？不要弄灭绝人性吧，这个又没有，这个还是鱼鸽子，就这，给了一堆风筝，没什么作用啊。然后他说再抽8次必出，再抽12次必出。我们再抽一下吧，也许这个游戏，哎，金色的是不是？这个游戏是不是单抽出奇迹啊？干没，金色的出来了，这好东西出来了。这个东西有没有点密集恐惧症的感觉？来了来了，吃金穹井啊，可用于穹井抵换。我们刚抽到那个金色的东西就是这个吃金穹井，然后呢，它需要三个东西就可以买一个南山雪。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可以买一个这个发型了，能不能再抽2个？天赏再出2个这个东西，我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鹿到手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试一下。这次不行，跳过，对吧？这个东西已经有了，再抽一下，再抽12次必出好东西。希望你做个人。啊耶，这个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已有的东西，这琼斯没什么东西的，可惜。我这样吧，如果说。把这5000的玉花完，如果还能再出一个，那我就花钱抽到第3个，好吧？如果没有出，大家也不要强求，就证明这个东西还是稍微有点坑的。好，这一次也是一个紫色的，跳过啊，不太行啊，我死了，缺少10个，再凿。其实刚能出紫色的已经不错了，但是我好麻瓜呀，哦，来红色的了，完了，得帮这大佬补一个648的呀，再补一个648。
这是逆宫宝箱。哎，不对吧？哎，等一下，刚才那个金色，这不是刚才的，不是这玩意儿。刚才给的不是这个织金穹锦，刚才给的是其他东西。它这个单次鉴赏只有0.4%的几率可以得那个织金穹锦。我靠！而且就说如果得到天场，其实还有10%的概率可以得到那个南山雪。刚才我们和这个南山雪就是失之交臂啊！而且我们出一个那个东西好不容易啊，这再帮大佬来一点，先来个198，我试试看啊，因为这个几率其实比我想象的要低很多。好，2200。收起来，对吧？我们还能再有20抽，走你，能出好东西不？哎呀，这次是紫色的，没得了，没得了。但是他出这个已经算这个大奖了，他这爆的几率太小太小了。你看，就是给一个苍翼，给了40个这个卷轴，最后再买一次。这个鹿啊，我的天，又出一个红色的，是不是？我觉得不太可能啊。你要抽100抽里面就只有 0.4 的可能，就只有 0.4 发，差不多要抽200抽才会有东西啊。就是你看刚才给的应该是内功宝箱吧，打开后获得10本的内功，这个东西没有出好东西，再抽5抽必出这个奇赏或者天赏。来单抽出一下奇迹，最后再帮这大佬助力一波。搞不定了我感觉，朋友们，这个网易的游戏啊，能不碰咱尽量不要碰好吧。啊，这个东西再来5抽，谢谢。好，一个这玩意儿琼斯，再来一个，哎，红色的，就这个，这个是不是那个好东西？就这，那红色的那个球其实没什么东西啊，因为我还没有出这个奇赏或者天赏，还没有出呢。这游戏我还是理解的不透彻呀。你看有红色的啊，红色的就是这个内功宝箱基础吗？也不是，奇赏或者天赏还没有出来呢。再出一个，怎么现在它每次都是红色的？这个有毒吧？但是它又不算保底。好，这个东西叫做轻熔染。不可交易的普通服饰的染料，可以进行一个设计，对吧？设计一下你的时装。好，最后一次必出奇赏或者天赏了。看一下这个东西保底哦，就是得要紫色这个才是一个保底的好东西吗？太假了太假了。好吧，说实在的，帮着大佬搞的也不太亏。我们来算一下，这抽奖18块钱一次，他抽250次会有个保底，就是会有个这么东西，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价值4500块钱，你敢信？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织金穹锦4500。那这个鹿的话其实你要充个13000-14000，哎，就能出了。我们只要再充9000啊就能出来了。把大佬的这个账号上面的玉花光了，我觉得不太行，再给他补个328吧。这样的话他会心里更舒服一些，因为他见到我之前他账号上面是有5000玉的啊，我们稍微给他补一点啊，补个3000玉。好啊，申请继续交易。怎么还要给我推荐一个真实案例参考？我确认没有被骗。啊，完成，今天就先给大家表现一下这些东西，但是这个画质真的是没得说。